那我们今天来海洋公园，然后要先去看鱼。今年的海洋公园有跟哥吉拉联名主题餐厅。哦，我们跟哥吉拉拍。我们要去看美人鱼。那我可以带咖啡吗？要预约，因为他一场没有预约就后补对啊。现在看美人鱼秀要线上预约哦，如果没有预约的话要另外收费。要后补。可以报名的，买吃买喝的不用拍照哦，可以请报名，活动时间有限。如果健康的海，才有健康的我们。人鱼秀里面是可以拍照录影的，但是不可以开闪光灯，因为人鱼跟海牛的眼睛会受伤哦。看完人鱼秀，我们就先吃午餐，吃拉面。吃完拉面，我们等一下还要再上去游乐区，那里有哥吉拉餐厅吃炸物。花花乐，搭接驳车上去游乐区。我们到了哥吉拉主题餐厅，里面的位置不多哦。哥吉拉冰淇淋今日没有，傻眼。里面也有卖一些哥吉拉的周边商品，有一些是要预购的哦。馆内有一只两米高的哥吉拉模型可以拍照哦。餐厅内会一直放哥吉拉的吼叫声，会莫名的学它。菜单。我们点了双人套餐，有含两杯气泡玫瑰饮。哥吉拉贴纸，对啊，杯垫。你要喝掉吗？个人觉得炸米雪偏硬，多粒多汁，有点太软，可能是因为他们煎的很多。这里也有奶油啤酒，是无酒精的哦。买奶油啤酒送杯599。
奶油啤酒喝完可以换新的，火气泡饮喝不完可以请柜台压袋子上去。嗯，哇，游乐区第一站碰碰船。第二站海盗船是硕哥自己要坐的哦。坐中间啊。第三站旋转木马。对啊，热哎！哎，看我！帅气。啊？第四站儿童海盗船。快旋转，快旋转。丽爷在底下帮我们录影。第五站我们是去看水晶剧场，水晶剧场不能录影，不能拍照哦，所以没有录。第六站儿童云霄飞车，还蛮好玩的，不会恐怖。是小火车，我一开始真的以为是小火车，因为硕哥不敢坐，结果他还是坐了，虽然有点不敢坐。他是那个小火车。第七站夏日冰风暴泼水活动。啊？建议可以带一套衣服来换哦。如果没有带衣服的话，也有人体烘干机可以用。最后一场的快手流。大家好。
没去看就对了。才不是呢，玩水哈，就像我一样穿的白白亮亮的，这样子才有轻松的感觉。你们说对不对？对，那像你啊。再来一次。再大声。是，一二三。有没有听到这首歌曲它的威力？什么？竟然没有歌曲它的酷凉绝招？但是我的灵魂还是也是不会输的哦。好啊，那这样子本来 PK 啊。谁怕谁？坐缆车下去商店接炉，还不够凉。哎，他那个喷的是冰块啦，冰块。好舒服。他跑去里面给我们喷水。滚你们！啊，那我怎么会试试？好厉害！我还以为他是会泼，没有啦，对不对啊？人家跑进去了。那他好生气。泼他。还有这个比那个。一下。水怪。水怪。对了。冰块呀、啊，冰块呀、啊，宝贝，你的，因为今天没有哥吉拉冰淇淋，所以下来三店街买等于冰淇淋。好，你要吃金鱼哦？啊，掉了，没关系，你吃啊。好吃吗？买门票时有送土耳其冰淇淋折价券，折10元。第八站水族馆里面逛一逛。我们入园时间是中午10点多左右，离开园区是下午5点多左右。这次就没有看海豚、海狮表演喽，因为之前有看过。对啊，如果要看海狮、海豚表演，要记得注意时间表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有什么问题或哪里好吃好玩，下方。